时光化作日月流放打在身上，最美的 ladies 都在这 party， 不管你在外头还是待坐在家里，来看我们 show。外放的 soul， 内心澎湃的 flow， 时间太短，对我了解还不透，再透露怕你爱我爱不够。有一场人世间的伪装，顶天立地有模有样，天塌下来落在肩膀，努力扛，为了梦想只好坚强。其实要的简单，只是陪伴。谢谢来自宝都各个岗位的小姐姐们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和沸腾舞台的表演，也谢谢三位。待会儿啊，要告诉所有现场和正在看我们百度好奇的朋友们，这首《无价之姐》的原唱李宇春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你们好奇他今天会带来什么表演吗？我们一起期待好吗？此刻啊，华少哥，我有个好奇，刚才我正在看这台车呢，太帅了，你怎么就从这个车里出来了？嗨，跟你一样，刚才我路过舞台的时候看见这有辆车，我就好奇啊，这车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想坐进去看一看。确实空间非常大，敞亮帅气。我一看这个 logo， 哇天哪，林肯冒险家，哇，太吸引我了。是，你知道吗，这个林肯冒险家随便说说都有50个优点。50个？每一处，即便你摸到的每一处都能够表现出这辆车的卓越性能。哎呦，那华少哥，你能不能展现一下你自己的功力和才艺，这个咱们用唱和说的方式给大家快速的过一下这50个优点到底是什么。百度好奇时间非常的宝贵，我们尽快的把这个林肯
这一辆豪华车给大家表达一下，好吗？好的，来，预备起！这款林肯冒险家入门级豪华，同级智商2.0T 让速变为8，上车一分钟立刻享新风，它有新风管架、双大中控屏，出行样样行。高级皮质座椅，无重按摩，三种强度，尊享舒适不想停。忘带钥匙怎么办？密码解锁，手机遥控怎么进都行。360度安全防护，数不完的高科技，5G动向保障功能。这款全新林肯冒险家入门级豪华，谢谢大家，可以鼓掌了。谢谢大家。华少哥。我对全世界都有好奇，唯独对你没有好奇，因为你一如既往的优秀。其实事实上我可以再快一点的，当然了，我认为准确跟速度是一样重要的。所以比如说接下来我即将给各位请上的这一位，他就表现出了青春应该要有的样子。嗯，各位所有正在开百度好奇的朋友们，让我们百度一下王嘉尔。嘿 ，Let's go。Now they see me, I'm trading stones. They gon' praise me even when I'm gone. Can't touch you, nothing, did it on my own. Spit it out, no need to waste no time. Biggest watch you ever seen in your life. Back it up, back it to my neck. Gotta put some respect on the track. She don't want secret, she don't want me, yeah.Her friend, her freaking, she sleep over the weekend. Let's go! Top down, see me rolling. On the cover, we're rolling. Go! Stone, nothing or something. And the money never golden. Nah, picture me rolling. Picture me rolling. Picture me rolling like a rolling stone. Your body, my body, let's rock and roll. Mick Jagger, wear a show out.Keep pushing, no way, never slow down. Fast life, never slow down. If you didn't know before, let you know now. Babies, you're made for the limelight. I'ma turn your ass to a star. Girl, you ain't waiting till the time's right. We could go so far. Top down, see me rolling. On the cover of a rolling stone. Nothing or something. And the money never falling. No, picture me rolling.Picture me rolling, picture me rolling like a rolling stone. Your body, my body, let's rock and roll. Whoa, hey. Picture me rolling like a rolling.Tell me what makes you
grinding all day. Until my mama calling, bruh, telling me she proud of us. Homie saying, yo, your Twitter follower count is up. At your show, they got their hands up like you say you got a gun. God is how you got it done. This the I've been grinding all day.他在我的手机里呢，大家快看，就是这么的神奇。有没有看到百度的新科技非常的神奇？大家想知道王嘉尔去哪里了吗？赶紧上百度搜索变魔术，上百度 APP 语音搜索王嘉尔，看看他到底消失去了哪里。是的，刚才我们听到的尖叫来自哪里呢？就是我们的 The Night， 欢迎你们。哎呦，说实话，你们给我们全国观众太多的惊喜了。刚才舞台上瞬间的变装还有消失，哇，勾起了我全部的好奇心。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做到刚才瞬间的变装的？有问题问百度啊！你这个，咱们现在就在百度好奇业满足我们一下，好不好？给我们解答一下。对，解密解密。其实为了实现这个魔术，我们昨天就有偷偷跑到场馆里面哦。没错，趁着月黑风高四下无人，我们偷偷上了舞台。其实没有，其实我们是提前导演有跟我们说这个换装的创意，然后我们都觉得很好玩，也很开心可以做这样一个尝试。我们是提前以两套造型提前预录了一条时间线，跟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表演进行了同步。对，其实也就是说，通过那个我们导播老师的魔术手，然后在两条那种精准的时间线上，然后这样一键切换换装，就可以达到这种变装的效果，就是很 easy 啦。哇，很 easy。我其实自己好像也听明白了啊，在这里真的是给我们太多的惊喜。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是他们用极其专业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舞台，所以才值得我们所有人为你们点赞。当然更要点赞的呢是我们台前幕后所有的创意的工作人员，为你们点赞，你们辛苦了，谢谢。对，然后还要给没有在这里的汪苏泷老师给他点一个赞，他现在应该去准备舞台了吧。哎，对，你猜对了。那汪苏泷老师呢，一会儿呢就要跟 Angelababy 有一个合作，而且不仅如此，他还要首次携手一位二次元美女，她就是我们百度的虚拟助理杜小小，一位不仅会掐会算能唱能跳而且最懂你的虚拟助理。马上呢我们就带着好奇百度一下汪苏泷。我给世界唱歌，却给了自己孤单的角色，拥抱一切，却拥抱不到最爱的一个，说再见了，我依然期待没有的安可，一直想念的可以止住我快乐。一个表情抚平几场过去的不测，一句话语解开几段未来的曲折，偶然我有能力叫谁安静的等着，为什么偏偏只能看着你走了，
总是渴望长大以后永远都记得，总会努力不管最后是否舍不得，也许我已注定为谁漂亮的活着，欠什么我偏偏不能叫你快乐，我给世界唱歌，却给了自己孤单的角色，拥抱一切却拥抱不到我最爱的一个，说再见了我依然期待没有的安可，一直想念的可以记住我快乐，下课铃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为你弹下方圆舞曲，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地想着你，想起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下课铃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为你弹小方圆舞曲，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
上头列车，你的梦想做了乘客。我从不歌颂悲怆，我只想改写结局。我也对自己失望，至少这样不空虚。我曾错过，我懦弱，像一个疯子。我曾经退缩，我懦弱，我真的幼稚。我还有路要走，我忍不住怒吼。我还有路要走，我忍不住怒吼。让我们保持好奇，即将登场的好奇嘉宾有气运联盟乐团、邓紫棋、李健、林宇春。百度一下，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由百度 APP 联合浙江卫视打造国内首个好奇主题晚会，百度好奇夜浙江卫视 AI 艺术盛典。百度好奇夜由伊利独家冠名播出，伊利滋养健康，蓄力向上。本晚会由源自百度的杜小满金融特约播出，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上百度 APP 搜一搜，有1200万元的现金大奖，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还会有2000台小度智能屏免费抢。接下来有一群充满了青春朝气的小哥哥，他们正乘坐百度无人车朝我们走来了。您与超载，请下车。让我们百度一下，气运联盟乐团。谁是明日的我？人凡却不安于这现在，平淡茫茫人海，不如理性孤单。出糗骄阳出彩，颠倒也照样很帅。期待一个完美将来，不如一起玩个乐团。心中有花就能绽放，少年们
的无奈，有一群伙伴比啥都浪漫。 Hands up, hands up, we are the one， 义无反顾的笨蛋，此刻才精彩，未来谁稀罕。大家好，我们是幸运联盟，对不对？谢谢。哎呀，真棒真棒，又青春又有活力又热血，和我前几年的状态一样。前几年、啊、前几年呢？前 N 年。我领会一下，您说的是您的大学时期吗？啊，大学时代啊。啊，那就不是前几年了。您的大学时期是不是相对您来说，安吉跟小鱼儿离大学都更近一点了吧？皇上，你能不能不对我的年龄特别的好奇？不是，其实也不好奇啊。你应该对刚才 VCR 里的我们那车应该多好奇好奇。我好奇，不光是对车就感到好奇，我还为了好奇特地打开了百度 APP， 我就知道了。其实呢，刚才这个无人车阿波罗，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阿波罗有的说了，阿波罗获得全球智能驾驶专利已经达到了1800多件。哦，而且事实上它能够测试里程数，总里程量达到了600万公里，实现安全载客超过了10万人次了。你看这样的场景，你好不好奇？我好奇。嗯，我也感觉到很难想象。嗯，若干年以后啊，我们世界上所有的车都感觉到所有的都是无人驾驶，对呀、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所以真的也特别的想要感谢像百度一样的这些科技公司，在智能领域不断的去探索，让这些看似好像不可能发生的画面离我们的生活都越来越近了。对，而且说到这个，其实所有的科技都是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嘛。你看，科技让复杂的世界变得更简单。你的世界里边，安吉小院特别重要。开学了吧？开学了啊。现在都读几年级了？一个4年级，一个1年级。嗯、哦，那您觉得对您来说幸福生活是什么样的？幸福生活就是我不管在外面再累，我觉得回到家里看见他们两个啊、很健康很茁壮，露出幸福的笑容，喊着爸爸，我就觉得这种生活就很幸福。哎呦，您看眼神里面满满的充满着对他们俩的想念和爱。在这里我也特别想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你也想要和沙溢哥一样给家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幸福生活的话，让我们的幸福生活有保障，就需要好好来规划一下，钱存在可靠的地方才安心。比如源自百度的杜小满金融 APP，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非常的可靠，因为它是基于科技，所以值得信赖。在里面还有很多的理财产品操作，非常的方便，钱放在里面绝对放心。接下来沙溢哥，我为您和大家讲述一个关于19岁的爱情故事，好不好？好啊。好，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你们都非常喜欢的秦昊和伊能静，让我们一起百度一下秦昊伊能静19岁的最后一天。19岁的年龄本来就不太懂，对我们这群人来说，爱情要比汽水可口，一成不变的日子我们从来不过，19岁的年龄本来就该挥霍，忽然之间就走过，狮子头的年龄没留下什么，儿子头的开始，我好想说，如果一切可以从头来过，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目光？19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目光？19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
走过，狮子头的年龄没留下什么。二字头的开始，我好想说，如果一切可以从头来过，是否可以选择一次回避梦吧？十九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是否可以选择一次回避梦吧？十九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是否可以选择一次回避梦吧？十九岁，那年你十九岁，我们的十九岁，怀念的十九岁的曾经的十九岁，阳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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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也带走。谢谢谢谢秦昊，谢谢伊能静，谢谢他们的联袂表演。谢谢上百度 APP 搜语音搜索秦昊，接受他的亲密邀约。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神仙眷侣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啊，确实忍不住就想拍照。你看，刚才我就打开了我的全新的手机，这是我一个朋友新送我的小米十至尊版。哇，其实拍得非常清楚啊，拍到了一景。哎，你这完全不像是刚刚站在那么远的地方拍的，好清楚哦。给大家看一看啊，啊，它其实是可以有120倍的变焦，远近都非常清楚。这是我第一次拉近拍，你看非常的清晰。你看，把静姐这个粉粉的口红都拍得特别的好看。那其实我想告诉你，我手中这一台我觉得也非常的棒，想要推荐给大家。因为你看它这个外观黑黑酷酷的，一看就是非常的专业，非常非常的高端。嗯，我这儿这一台呢，也要跟大家说，这咱俩得比一比啊。我这台呢，这个后背景是透明的，可以看到里面的科技感，非常的酷，相当的帅。这个你拿着打电话的时候，不经意之间，你就是这街上最靓的仔了。哎，这个真的有点厉害哎！你可以看到上面的，你通过这儿你就可以看到无线充电、NFC 技术啊，还有它本身的电量等等，一看就是科技感十足。哎，而且你知道，因为现在的科技真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捷了，而且与此同时，我相信科技一定会让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也变得更加的有温度、有质感。温度和质感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追寻的。当然，我们要说的是，各位观众，我们都知道，2020年呢是一个极其不平凡的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许多国家地区各个行业每个家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在今年武汉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有一群孩子用他们的天籁之声创作了一首歌曲送给武汉。今天我们把他们请回到舞台上来，我们要用这重温的歌声再一次来回忆那一段时间。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那段时间我们的砥砺前行、携手抗疫的决心和我们的骄傲。接下来这群孩子们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之上，当然还有一位非常特别的朋友，他来自百度，而且他今年为我们一起做了一首歌曲，我相信这一首歌你们都听过，有请。
人间烟火，把所有寒冷的心扉融化，困苦再多，冰心中渐渐会接近阳光。谢谢，请再次为他们鼓掌好吗？谢谢所有现场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也谢谢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也请你们为他们鼓掌。谢谢我们的小石头和孩子们的歌声，上百度 APP 语音搜索小石头和孩子们，关注百度内容的创作者，发现更多好奇创作力，一切都会好起来，春天也会如约而来。2020年有太多的记忆值得我们永远保存。武汉的春天因为有漫天的樱花而显得格外的美丽。今年4月，来自百度的一群小伙伴们发起了一场名为你有武汉的樱花代签收的活动。今天发起人赵晨同学就已经站在了我们的舞台之上，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好吗？大家好，我是来自百度的赵晨，也是武汉大学的一名毕业生。在我心里，武汉其实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春天里，我看到很多援鄂医疗队感人的新闻，心里总是想着能够做些什么来感谢他们的付出。我们召集了曾经在武汉工作或者学习过的百度同事们，自发成立了一个志愿者项目组。我们收集了2020年春天的武汉樱花，通过永生技术做成了永生花，再配合上我们武汉医护志愿者手绘的武汉地标，就做成了我手里的这幅具有特殊意义的武汉风景画。而这样的一个风景画的背后，也融合了百度 APP 的技术和能力。这幅画定格了2020年春天，我们的医护工作者未曾来得及领略的武汉春色。而这幅特殊的礼物画，我们也将它赠送给了援鄂医护队的医护工作者们，以此来表达我们的敬意和谢意。看到这幅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盎然的春意。我知道，从浙江赴武汉援助的李安娟院士也收到了这样一幅作品，特别感谢你和小伙伴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感谢所有的医护工作人员，也特别感谢你们用这样特殊的方式记录了武汉的坚强、武汉的不凡和武汉的美丽。我手上也拿着这样的一幅画。事实上，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更需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在今年4月，百度也正式发布了我们的星辰计划，将公益纳入在我们的责任当中，研发了第一个人脸口罩测验那么识别的模型，戴着口罩也能够完成人脸的识别、身份认证，将 AI 的智能技术运用到抗疫的过程当中去。当然，我们也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赵晨，谢谢你，谢谢。在这里也特别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百度都是在利用 AI 科技赋能公益，用切切实实的行动助推公益事业。其中 AI 寻人就用到了跨年龄的人脸识别技术，帮助那些寻亲的人。40万次人脸对比，截止到昨天为止，11731次在泪水中的相认相聚。我们要说，科技这样运用，真可谓功德无量。
看得我们都非常的感触，因为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科技，我们要用科技的力量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加温保暖。当然我们也相信 AI 时代下科技将更有质感更有温度。让我们保持好奇，即将登场的好奇嘉宾有邓紫棋、李健、李宇春、百度。这里是百度 APP 联合浙江卫视共同打造，由伊利冠名的国内首档好奇主题晚会——百度好奇夜，浙江卫视 AI 艺术盛典。百度好奇夜由伊利独家冠名播出，伊利滋养健康，蓄力向上。本晚会由源自百度的杜小满金融特约播出，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打开杜小满金融 APP， 有机会获得最高666元的大礼包。同时本晚会感谢永远好奇探索不止的小米十至尊纪念版的特别支持，百度好奇夜合作伙伴天猫邀您关注天猫家装季，上百度 APP 摇一摇，分享800万现金大奖，2000个足金金熊掌也已经准备就绪，马上开奖。同时让我们现场欢迎冷冷回归。欢迎大家好，大家好，我回来了。然后这次不止我回来了，我还带了一群非常帅气的小哥哥，气运联盟，让我们欢迎一下。欢迎气运，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们是气运联盟。我是鼓手顾雨桐。我是主唱赵哥。我是马哲。我是田宏杰。我是李润奇。嗯，再次欢迎你们。我感觉气运啊，他们把所有的气都用在舞台上了，真的私底下都在蓄气，现在都快睡着了。但是取得对对对，但是取得今天的成绩啊，要为你们喝彩。一路走来肯定是相当不容易的，应该很久没有回家了吧，很久没有见家人了，对不对？对，我有几个月中间好像回过，但是就是也是好久没有回去了。嗯，对，总共时间是4-5个月了。哇，想家吧？就是，对，挺想家的。我的话，我中间见过一次，大概现在也有1个多月左右没有见到。对，昨天才见到，所以现在脸上有点笑容。昨天见到了吗？啊，对，他在回想，哇，我见到家人的那种甜蜜的感觉。还有谁？多久没见了？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一下。我从3月份到现在就没见过。啊，对，上次我妈妈来现场了，见了一次。啊，都是中间见过。嗯，所以平时的时候其实可以把这个歌迷当作家人，把这种思念也可以作为一种传递啊。你看过几天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这个国庆节特别，因为是双节。国庆节跟中秋节又在这个同一天哈，所以呢也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了。有没有想过回家带什么礼物呢？我就是挺喜欢吃东西，我想把一些深圳的比较美食什么的带给我的家人，吃货，什么乳鸽呀、粉肠啊、烧鹅啥的。哎，这个你得带真空包装的。对对，带给他们品尝一下。还有吗？那其实我不知道，我就想把我自己打包带回去。对，因为就是很久没有见过家人，那其实，我觉得家人最想到也是我回去而已。对，嗯，对。好的，在这里其实我个人有一个非常棒的推荐，我相信大家也跟我一定会有同感的。我在这里要推荐的是伊利牛奶，因为你送牛奶其实就是送健康，对不对？来，大家可以尝一下伊利我们的纯牛奶，这是好牛奶，好营养，好品质，伊利滋养健康，一起蓄力向上。口感怎么样？哎，很好喝。哎，喝完感觉满满能量，我们一起蓄力向上吧。对，这样气运的这个气场就更强了，有没有？ Wow。 好的，非常感谢。对，那谢谢我们的气运联盟，然后也希望他们在乐坛上面有更好的发展，尤其是小李，好吧？对，这是自己人，希望大家支持一下这个团体，尤其是小李啊，没有，端水，大家都不错。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有才华的小伙子，今天能来到我们这里非常开心。嗯，好嘞，你看我们这个马上迎来一个双节，现在又是一个双节的 CP， 所以咱们小杜和这个伊利，如果你也喜欢的话，那通通把它带回家，好不好？哎，没有错。现在我们收到了一段来自于一个不明星系的影像。哦。哎，对，等会儿看一下可以。嗯。
接下来百度一下邓紫棋。揣着那世界说不懂，终成不被谁理解，陷入的歌海底笑着，心中不敢太直接，我不哭，痛在纠缠了四界，不断叫叫了叫上百度搜索变魔术，上百度 APP 语音搜索邓紫棋，来亲手变个魔术吧。回到伊利百度好奇的直播现场，接下来我们进入探索时刻。好，欢迎郑凯来到我们的身边。好，咱们也要问问郑凯啊，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中国的炭火宣传片，您的感受如何？我太激动了啊，因为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觉得我们中国也有实力去探索火星了，所以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也希望有一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可以踏上火星去上面去奔跑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和你有一样的愿望、嗯、那我也还想再考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好。为什么今年阿联酋中国和美国会同时向火星发射探测器？这事儿你还真难不倒我。 哎，我告诉你，我查过，因为今年夏天是每隔26个月一次的最佳飞往火星的路线。哦，26个月一次，今年夏天刚好是那一次，所以选择今年夏天一起飞过去。哦，所以火星很热门现在。是的，凯凯说的没有错。今年的7月23号，中国的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已经成功发射，开启了火星的探测之旅。而事实上，这个探测之旅也带开了中国自主展开行星探测的第一步。我们的火星探测器将会在2021年正式的进入火星的轨道，而中国第一辆火星车的征名也已经正式开始了。百度 APP 成为全球的独家征名平台，用户只需要打开百度 APP， 语音搜索火星车征名等关键词，即可进入征名的页面了。哇，刚刚的那个画面真的让我们太振奋了。8月15号的时候呢，征名提交阶段已经结束了，根据百度的大数据已经产生了中国第一辆火星车网络热门候选名，一起来看一看。哇哦，都好特别啊，这些名字。这些名字：朱雀、赤兔、盘古、祝融、火神、哪吒、凤凰、荧惑、求索。凯凯喜欢哪一个？要是您选的话，您会更支持谁？哎呀，我觉得这些名字都太有含义了，也太有意义了。如果要我选的话，我肯定选这个。选哪个呢？凤凰涅槃、啊、不好选，对吗？不好选。不好选，因为他一样的优秀，咱们不妨就交给更多对他也保持好奇的网友们，让大家打开百度 APP， 然后表达您的意见，这非常重要。是的，而且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就去百度 APP 关注火星车的征名活动，不久后我们将发布初选的10强名单，供大家一起来投票。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中国人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几代航天人的不懈努力，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这是我们心中永远的骄傲，也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我们都知道，心有多宽广，步伐就有多豪迈，这辆承载着中国人太空梦的火星车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向更加遥远和广阔的未来。从太空回望地球的高山、湖泊、大海、陆地，我们可以感受到地球真的是美丽至极，而且有太多的美丽生灵值得我们带着好奇去探索。让我们一起百度一下李健。
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这一生一世，这世界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也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非常精彩，谢谢。下面要邀请一直合作的V-Band V-Band 乐队，也来自好声音的所有的乐手音乐家们，在这里今天唱一首新歌，叫做美丽生灵，献给一切美好的生灵，谢谢。
百度 APP 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由伊利冠名的国内首个好奇主题晚会百度好奇夜，浙江卫视 AI 艺术盛典。百度好奇夜由伊利独家冠名播出，伊利滋养健康，蓄力向上。上百度 APP 摇一摇，分享800万终极大奖，还有1000个5000元现金大奖等你来抢。上百度 APP 语音搜索好奇心物，来杜小店挑真实惠。上微博参与好奇夜晚会的话题互动，解锁更多晚会福利。百度好奇夜合作伙伴天猫邀您关注天猫家装季。接下来准备好了吗？一起百度一下李宇春。
谢谢春春，也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们，谢谢。这个舞太可爱了 ，Good life，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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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yeah。此时此刻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生活，最美好的舞台。来，春春有请到舞台中央。春春刚刚为大家演唱这首歌曲是她上个月才刚刚发表的新歌《good good》啊。事实上，不知不觉春春已经陪伴我们15年了。从刚开始那个喜欢唱歌的小姑娘，现在已经成长为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我相信这样的成长也是每个玉米希望看到的。是的，是的，其实也是不知不觉，就是有这个15年的这样的一个参加工作的经历了，然后也是在这样的一段日子里面，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大家的厚爱，然后一直陪伴着我。然后这一次其实再一次来到浙江卫视，然后参加中国好声音，其实我自己特别的感激，也特别的开心，和所有的导师一起，和所有的学员一起，我觉得在2020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大家再次相遇，用音乐来分享，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特别美好的事情。是的，而且可以感受到你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非常非常的感性，给了学员们更多的鼓励。我也把这个拥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当然我知道春春和玉米的陪伴也是以音乐为纽带的，15年的时间你们相互鼓励，共同成长。接下来一个小片，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回顾这15年的陪伴与成长。2005年，我不知会遇见你，那一刻我们有了共同的名字，焦韵美。最开心的时刻
是听到《皇后与梦想》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每一个新年的记忆都从挚爱玉米的问候开启。和你一样，如今我们各自忙碌，无需刻意想起，因为和你一样，在彼此心底，我们从未分离。15年，只愿我爱你，如初，如你爱我。哦，但愿你还喜欢。谢谢。我们都知道，说出来是精心准备的。就像刚刚那个短片里面所说的一样，2005年有一位百度的网友在百度为你建了你的贴吧。在这之后呢，百度贴吧李宇春吧正在茁壮成长，是迅速成长为了百度贴吧的第一大吧，而且在2010年更成为了百度贴吧全球人气第一名。更重要的是，在今年的9月份为止，这个数字让我确实也很震撼，但证实了你和玉米之间的关系。到今年9月份为止，百度李宇春贴吧里面已经有7000多万条留言和开的帖子了，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数字。我说的好的背后代表着玉米们和自己的偶像们，玉米们之间在充分的交流着，以音乐为纽带交流着。而且我们还知道李宇春每一年的春节都会到百度贴吧当中去和自己的粉丝们问候，去送祝福。15年从未间断过，是15年都没有间断过，这并不容易。对，跟我们说说吧，这一刻在今天，在百度好奇夜，我也很好奇你想跟你的粉丝们说些什么。其实没有看到这个短片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那看到这个短片我觉得有很多的触动在心里面。那一转眼15年了，然后想到每一年其实还是会在这个春节的时候来跟大家来拜年，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因为其实平时工作的关系呢，也是没有那么长时间的网上冲浪，所以在春节这一天，我觉得一定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把这一年的祝福要送给所有的歌迷朋友，这是我们之间彼此一种情感连接，一种习惯。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也是因为有百度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吧，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一个特别的空间。对，相信不管多少年，你一定会爱你的玉米们如初，就像他们爱你一样，大家说是不是？那也让我们一起把这一份爱化作更多的对春春作品的好奇，来支持李宇春，谢谢。谢谢李宇春，也谢谢李宇春的这样一份支持，谢谢，谢谢。这一刻呢，我们也把在未来仓当中的王苏泷、陈欢和罗西也请回舞台。还是要告诉各位，中秋节马上到了。今天我们已经现场看到了小度智能屏中秋送礼，如果学小度，小度智能屏能看剧、能学习、能聊天，上百度 APP 搜小度，把小度智能屏带回家，你的家人会为你的暖心更为感动的。刚刚我们跟李宇春一起分享了他的故事。事实上，我想音乐人们用音乐为纽带，在联系着他们和乐迷之间的感情。而在过去这20年，每一次登录、点击和搜索也验证着百度与我们之间的陪伴。王苏泷，您作为一个歌手，我相信您也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情绪，对吗？哇，我觉得刚才那段看得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歌迷跟歌手之间的这种相互的连接是非常非常温暖的事情。那也非常谢谢浙江卫视今天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全新的体验，然后也希望大家觉得我今天的表现还可以，还行吗？大家都非常喜欢，谢谢谢谢。然后还是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希望我的音乐可以带给大家更多温暖，更多的力量。谢谢，谢谢王苏泷，也谢谢每一个关注我们晚会的人。事实上，我们要谢谢百度，因为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正是他默默无闻的用好奇、用搜索，在满足着我们对这个世界更多的探索。百度的20年也是中国科技迅猛发展的20年，人工智能、大数据的运算，让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变化，有一些甚至是革命性的。科技的进步，让我们的美好生活变成大概率事件。其实不光是这个科技企业在创造美好生活，我们的民族品牌伊利呢，同样在引领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每个人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才能迎接未来的挑战。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而我们所有的年轻人正当其时，我们一定会不负时代的重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所有才智，不负青春，不负韶华，让我们共同携手奔向美好未来。哎，未来以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一定也充满了好奇，在想浙江卫视接下来会有怎样的综艺呢？在这里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六，也就9月26号晚10点，每周六晚的10点，浙江卫视推出一档重磅的全新的综艺节目，叫做《蓝莓孵化营》，我是里面的主持人，当然还有个身份叫做项目推进专员，我将携3位首席孵化官张萌、王祖蓝和李诞，还有一位特别执行官杨澜老师，带着21组我们的网络达人，跟大家一起来见证物联网的世界。所以锁定浙江卫视，锁定蓝莓。感谢蓝天下官网、中国蓝 TV 首席娱乐门户合作、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搜狐娱乐对晚会的大力支持，谢谢。谢谢各位，由伊利冠名的百度好奇夜、浙江卫视 AI 艺术盛典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谢谢你们的支持，让我们明年再见。再见。